肥肠炖排骨，小孩都馋哭。今天肥肠吃到饱，叫肥肠当馍吃。10斤肥肠，5斤排骨，加水洗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碗，我是他老公。你看老夏这脸，住院住的赘肉都下来了。今天给他做个肥肠烧排骨，让他好好感受感受我的爱。妙啊！这肥肠你可别再洗真干净了，我还是喜欢吃油味一点的东西。那你直接吃吃不都妥了吗？那多油味了。住院这几天回来，明显的感觉大碗对我的态度略有变化。恁能给我分析一下这是啥情况吗？还是你好啊，对我一直都是不离不弃的。再炒点水。执行3件套，白酒最重要。捞出来再洗一下。肥肠先改下刀。媳妇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你这刀光真是刀乱如麻，出神入化。我送你一首歌。刀个刀个刀刀，一把杀猪刀。咦，刀没完了，别唱了。锅热加油，倒入肥肠，煸出肥肠多余的油脂，加入排骨、黄豆酱、排骨酱，继续翻炒，加入清水，来点大料，盐、嫩豆、生抽、老抽，最后再来把冰糖。盖上锅盖，煮一个小时。那来了还点啥东西？嫂子排骨辛苦了，这都是你爱吃的。肥肠炖排骨，小孩都馋哭。一口辣死。得劲。太热了。我来块排骨。我再来点肥肠。真香。排骨的味儿、肥肠的味儿融合到一块了，排骨的香加肥肠的香，双香合璧。我搁里边想了一会儿，想好长时间了，还想你，还想你。那边小子是得劲呢，我看你都胖了，瘦了，瘦的这脸上都是赘肉了。骨头都不啃得干净了，留给小宝了，大家别有意见啊。别说我骨头啃得不干净，来小宝了，来，刚刚给你留的那些肉，这肥肠真是糯，是吧？糯，软糯，香甜，得劲。肥肠跟排骨炖一块，这个味儿绝对是你想不到的味儿。哇，满嘴喷油。像香味直接从嘴里边喷出来。你嫂子今个洗的不是太干净了，但是真是味儿，真绝对上头。很辣死。看一下这个排骨啊，请您用你的舌尖咬住它就可以了。直接吃干净了。那鱼儿的胡子漂亮不漂亮？漂亮，但是比如那嫂子啥都不是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这样嫂子多吃点。其实这个给鱼儿陪护也是特别辛苦的。我在那正儿八经的扎针怕疼，人一摸我都疼。那护士还没跟着我了，我都叫了，然后他说的我还没碰你呢，我说跟他说了，我说我提前预备，精神紧张。你会不会搁整个楼上都传染了？里边的人都知道我怕疼，我是真怕疼。他传染的机会好一些呀。在里边天5点多都起来了，还睡不着。旁边的大哥天天4点多都起来上厕所洗漱。谢谢小伙伴们的担心，谢谢你们。感受到这个香了吗？他是出来以后日子都过得潇洒，放飞自我了。我要飞得更高。从你完来了吗？出来容易了。该收账了。
你住院这一段日子，我还是挺想你的，天天差不吃饭不行的。你咋跟胖龙一样天天这？胖龙来到这也是说的这，然后你也是这，哎。为了一表敬意，我三口给你炫个排骨。干了啊！干了。你这转了，那上面都是筋。那也好长时间没有见的那三个啊。一口吃下去，脑瓜子嗡嗡的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不录了，俺给四人俺俩再好好唠唠。今天视频到这吧，再见。10块钱四人涮的鸭肠，你一定吃过，成本这么低，你一定想不到。今天咱看看是老板赚了，还是你赚了？今天100块钱买了900串。今天这鸭肠看着怪新鲜，上面都是冰。鸭肠好吃不好吃，全在于这个酱料。祖传秘方第一期，前面不是好几期祖传了吗？祖传从今天开始，先来点蒜蓉辣酱、海鲜酱，每家都有了蚝油来一点，再来点鸡精，一点点盐。现在开始炒鸭酱，锅中加入自己家的油，油热下入辣椒面儿，下入刚才准备好的酱。酱料出锅，小煤气，大铁碗，锅中先来点薄薄的油。此刻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位真正的烧烤师傅下线上线？到底是上线还是下线？上线上线。油热下入鸭肠，稍微来点油。轻轻压，把这个鸭肠的水分压出来就行了。看到没有，已经有一点焦黄了。我也给他想好名字了，老夏铁板烤一切，最高评价。鸭肠烤差不多了，再来点酱。铁板鸭肠已经制作完成，现在开始分配。来，你来。来，老马，你来。你不用替我推，我知道给你放。等会儿。我也不小心碰着了，机不可耐了。嗯，烤的有焦有嫩的。咋样？嗯，还是昨天晚上那个梦里面的味道。卤串都得正八的卤，这样才有感觉。这鸭肠烤的又干又嫩的，干的呢比较有嚼劲，嫩的呢比较嫩，感觉还是嫩的好吃，不过看个人喜好。我喜欢老的。嗯。那你这样吃的，肯定不炸你贼炸谁贼。非常快啊！你看这鸭肠跟外边卖的有区别吗？基本上一样。今天咱买100块钱900串，嗯，花九。9毛钱一串吗？9毛钱一串，是的。9分钱一串。刚还9毛嘞。今天反正都是100块钱900串的算的，9分钱一串应该。是不是？干不好，学老师没教好。900块钱。100。除以900。除以900。1分。1毛1。现在单个的价钱是1毛1串，40串是4块5毛钱，加上6块钱。应该在5块，加上油钱其他的气儿钱应该在6块，成本在6块的情况下，如果出去这个店里面的房租、人工，我感觉可能也赚非常非常少，要靠量，但是白天的话可能会稍微赚多一点。总体算下来，你享受了服务还享受了方便，10块钱40块不算贵，啊，你这大家赚到了。
那小伙干的不赖。要是没有开始，要是白头的，你给这账都算的明明白白的。自己自己把能摆烂不烂。嗯，很过瘾。嗯，你多嚼一下。闭着眼嚼的。闭着眼嚼。我就想。OK。嗯。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对了。这是俺家祖传吃法。各位，三十串我感觉不一定够。我再随便回，你看这桌子上还有多少？我替妞妞再发三个。嗯，还有焦的。你喜欢吃老的呀？看呀。喜欢吃老的。来，妞妞，吃一个。我吃点绝尘，我吃这方面的，你知道。又该是我的吗？你吃多少串了？这是不是都是你吃的吗？有一半我吃的，不全部都是我吃的。人家叫这得分完，分完之后我再烤。我真怀念你，听说你学过，你太专业了。可能我知道你喜欢吃铁板的东西，小吃，然后我都先学。对，学完之后咱俩在一起了，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曾经我为了你放下手中那支笔，曾经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行了，我饮酒，点孤灯，几人醉那么几人疯。我饮烈酒点孤灯哦，几人醉哎几人疯。唱来嘞。啊啊啊！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？偷偷流着眼泪，也要笑嘻嘻。你唱歌恁难听，你是咋张口都来了？你咋不吃了？没唱。现在我想起来，有点忘事。啊啊！来来来来，跳舞，脚步开始摇动。人生。是一场梦。俺又拆我的，瞧我这一把吃，还剩几个呀？大概，还学活过吗？吃完再来一把。哎，一把可不少啊。好。嗯。老板，羊蝎子买回来了。真行啊，肉真多。等着啃嘛。加水洗一下。今天250块钱买了8斤羊蝎子，上回没吃着肉，今个咱们回个够。这手指真吉利。看看上回是骨头里边着肉，现在是肉里边着骨头。这肉真厚。你好像一个屠夫。头大脖子粗，不是大厨就是屠夫。葱姜，料酒。开火焯水，捞出来再洗一下。羊肉吃着有点膻膻的味儿，这东西得给它洗干净一点。这些焯完水都管吃了，现在吃这是原味的。那你吃。啪蛋无味儿，葱姜切一下。锅里加油，葱姜蒜小料。一点辣椒酱，再来勺自制辣椒酱，来点辣椒，再来一把，一把麻椒，大料一块都炒香，倒入羊蝎子，接着翻炒，这等会儿做好了，又辣又香，骨头炒上色了，加入清水，生抽，老抽。再来点盐，盖上锅盖炖它一个小时。哎呦哎呦，再淋上汤汁，完美。快快快，开始吧！今个谁不吃完不准走啊！放心吧，我给这里，我再给你吃完。哎，不打。
他那个胖点的鸭脚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大鸭脚。二十八吃乖乖。鹏鹏回。鹏鹏姐，给这里绝对能吃完啊。好吃。直接啃，别死了。吃饭闭眼给谁学的？给老夏学的。看老夏视频看太多了吧？啥啥表情啊？那是好吃啊！哦，好吃。那个白什么？几个字咋样？觉得好吃。用心评价。用心评价是好吃的。来吧，我抱着你先吃吧。牛牛都急得咬牙，你看看你。我车带的肥肉。塞着牙了吗？过来叫他少吃点儿。啊，想想想吃叫他吃，过来过来，小美女，别听恁妈的。美女，吃吧。你这肉还不多吃的，肉补补。吃饱。他的肉熬的全部泡锅，别滴身上油了。妈妈明天来不来了？明天看他们做好吃的不做，要做了咱还来。做了。明天我也不知道做啥，你就来，来了都有好吃的。怎么着？看你们看一眼这个。那还得上完好网课，嗯。还得上完网课，那真。上完课再来。啊，对，上完课再来。上完课来了不耽误吃饭。明天你来了给这阿姨带礼物不带？嗯。带啥？戒指。啥戒指？钻戒。钻戒。我带钻戒吗？几克拉的。这块。嗯。这块肉少的。来。来，玉姐做这菜吃的。一人两块都吃完了。明天可以走着了。你不要提明天这种吗？你咋记着明天了？咋弄的恁俩？这骨头咋不吃？来来来，再回那儿。来来，不是你邀请我都不想吃了。再回一个。再回一块。那我再炖一个吧。这肉熬老筋了，你舍得吃馒头的？我不吃惯，俺闺女对我多好。那闺女还是肯定疼你，我跟你说，闺女还是个小棉袄。闺女好弄那些是吧？这不香吗？香，哎也香，我不香嘞，我都我的闺女不是挺好的。这个大哥俺聪明，明天咱考个没大，下的真快，这挺好的。来香，闺女来香。啥姿势？小品小品。我买了一包辣条，他买了馍片，这都是小时候的经验。然后买了一个这个新款的这个芝士抹茶口味的冰糕，这些垃圾食品在家老妈都不让吃，俺俩就要趁着你用睡觉了。出来放纵放纵一下，哎，啊，给你，还那么开，你个憨憨，哼个哼人，哎呀，酥脆酥脆的，太香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你这诚意都没有，我说不吃了，马上都拿回去了。我让，我让。好好好，你让了，你让了。你也别说，搁那谈个恋爱，我带你。是。哎。你看多少情侣？咱俩说啥？老情侣。好多小情侣。我跟你说，俺那上学的时候，都给小伙伴
咱一块吃铁杆时候都是一亲一口，知道吗？你没有经历过吗？人家一亲一口就那样直接咬的，你是咋吃的？这谁还吃？小时候哪有这挑剔啊？我都不吃。你现在肯定吃。我不吃。我不要。我嫌弃你。偷吃已经结束，我去买菜做饭，媳妇回家看孩子。今年10块钱买了3个猪肺，很多人把这个拿去喂狗了，他们不知道有多好吃。今天咱们用这个做个辣子猪肺，这个东西好吃是好吃，都是难洗，里边给它灌点水。拍打拍打，洗得更干净一点。看一对比，里边最少得灌3斤肥。这一对比，你知道我往里边打了几斤水吗？怪不得人家都去打水光针，你看那一只水，那皱纹皮肤立马都变了，又滑又嫩。上面给它沾上小盐，就是里边水拍拍，洗成发白都可以了。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，先焯水，加水。葱姜、料酒，捞出来再洗一下。这一焯水它越来越小了，现在给它卤一下。哎呀，给它稍微来点卤料，来一点盐就可以了。准备点葱姜。煮好了猪肺给它盖下刀，3个大猪肺都卤出来这一盘，浓缩才是精华。锅里加油，花椒、麻椒、八角爆香，下入辣椒，下入葱姜蒜，炸香后下入猪肺，来点生抽。捞出一点点，稍微再来一点盐，不是王如玉的十三香，出锅，炒的时候都在流口水，它炒的时候爆着闻着都香嘞，看着就好看，太好吃。拌，那和拌米饭绝配了。洗的太费事了，好吃的东西做了都不好，麻烦是吧？是吧？这吃口甜口甜的，跟肥肠一样。这可比肥肠便宜的多得多。我吃了比肥肠还好吃一些的，没味儿是吧？哎，对，里边没有那味儿。现在想吃肥肠了，没这个期待。其实我口味比较重，我喜欢吃内脏。我吃了不来。嗯。连南方人都喜欢用这喝猪杂汤。咱北方人都喜欢干煸、爆炒、烧卤。你爸都喜欢吃这猪心汤。来完了，我也回一罐。荤素搭配。老夏，你觉得你做的东西有我难吃的吗？自信的男人。有些朋友不愿吃这，但是这个东西真是越嚼越香。做好了真吃，好吃。嗯。
很热，我吃的真香。我吃的也真香，咱妈吃的也真香。不是拍视频说我是真香。那我不行。卤好之后又爆炒，原味的香加上辣子的香带劲。那你都这一份菜4块钱值不值？你再加上料啥，成本价得7-8块吧，那卖好几十了。那就证明咱这边不亏。给哥哥姐们打招呼，你说哥哥姐们好。哥姐们吃饭了吗？